迫不及待来见见这位物理治疗师。你好。物理治疗跟化学治疗有什么差在哪里？啊，物理跟化学不是我们都补习的时候都一起补的，理化啊，对啊。因为物理基本上就是透过声光水电热啊，来帮你做治疗，还有加上我们的徒手跟运动。今天呢，无事不登山宝殿，我妹妹全身都病，真的，你可以帮她治疗一下吗？先从肩膀开始。啊，你确定你要穿那么厚的衣服吗？不好治疗。对。你在看哪里？你身为物理老师，两个斜眼看啊。皮诺可。这个直接电死，这个是属于物理治疗师专门的动作了，所以观众没有在家里，我知道要自己操作。来，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，就交给你了，对。哦，来，那来啊，你弄你的，你不要看我，我又不是他的家长。做简单的屁股来帮他做胸椎伸展，哦，胸扶着，要，很正常，大家不要斜面的，对。然后屁股上提，怎么样？对，然后上拉。来，再帮他拍一下嘛，拍一下，对，好，好，来讲的那么顺，好，再次，屁股往后停下，停下，它其实是一个伸展，感觉肩膀都开了，哦，不错，这个有差吗？开了又跟没开之前，就是有什么差别？我这边感觉都被打开，硬边开，啊，你说你脚怎样？脚怎样？如果是他腿后有点紧的话，可以先试看他的站姿底前弯能不能摸到底。啊，这是最紧的，紧的，大概差一个掌，一个掌。OK， 来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你就知道了。帮他做一个腿后肌的伸展。好，来，真的伸展。对，这是。好，那我们通常一只脚我们拉五下，五下，那每下大概三秒钟，就是我可能往前移动就好，利用我的。卡位哦，往前移动。干嘛啦？不要抵抗啊！这是正常的。我跟你讲，林强他的个性我太了解，你越抵抗他越兴奋。这个下去就让你。所以等一下拉会全身会有。当然啦，全身蛮大的。当然。所以他头也会抬起来。好来。对。啊。对，他抬头了。好，两次来。三次 ，OK。你头先放下去看看，我看是不是真的会抬头。来，第四次。真的呢。真的，你可以站起来再测试一下站姿体前弯。哎，来站起来看看，看有没有改变，放松一下就好。你再努力一下，真的可以哦，你的时间。对啊，哎，马上有改善哎。对，你就会马上就会有差别。感觉哎，这边变轻，而且会走路会变轻。哎，真的变轻，走路会变轻。对。这个哦，成年脑筋，这个对成年脑筋特别有用。真的没有。算了，因为他拉我哈，拉我也没什么可看性。最后一招，你们常用的那种老背哨。你像有没有腰椎滑脱啊？啊，没有。对，这些脊椎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什么是腰椎滑脱。他们滑脱就是来检查有没有腰椎滑脱。有腰椎滑脱的人，他通常站姿可能会有凹陷，会很明显。哎，那你看我有吗？对，我你不用看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对，就是像这样。我要怎么样？就是背嘛。对。然后你就是把它背起来。来，把它躺在你身上，对，然后它就会放松到腰部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再会做那种顿压，来顿压，来顿压，对，对 ，OK。那它可以反背你吗？对，它背我的效益会比较好。来试试看，哎，林香对不对？力大如牛。好，躺在我背上，会，有吗？有，开了。开了。他开还是你开？我开了，我开了。什么大绝？这个也算是民俗疗法，一般物理治疗师不太会。是，但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伸展，你就可以了。请他抬腿，来抬腿，还要吗？对，就这样，你就抱着这只腿，然后抱着这只手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样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旋转，对，然后拉到底，对，再拉一下，你确定这个动作不是从国标舞得到的灵感？其实你真实的身份。你是武棍阿北的徒弟，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这个比较有受限到体型呐、啊，对，如果说带太大只，你会包起来。那你包过去。对，哦，就这样子，你看这个就会有扭转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扭转。然后就像国标舞。冷静。
哎，今天开心了啊、哦！你刚刚录影前你给我800，这样子够了哈、哦，够了哈、哦，够了、哦。什么够？你要再加200给我。怎么办？我们今年跳床的特训，那我丑话先坐在前面，因为我是成年老金，身体的部分呢，对，云香负责，我出声，我负责跟你学如何教学。这样子好 ，OK， 那就以下时间就交给你了。好 ，OK， 来，没问题。精彩的跳床特训，跳床算是新兴的运动啦，一般人对这不是很熟悉。这个运动效果会比较好，而且会比较针对所有的下半身肌群，都还蛮多的。好，那你可能跟他解释一下基础的概念。嗯，好。那当我们今天就是在跳床上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你的床稳不稳嘛、好，然后再拿你的脚底，整个轻轻的踩一下你的跳床的床面。那待会记得你往上跳跃的时候，你的身高呢不要超过你现在站的这个身高。那我们核心锁住，重心有点压低的状态下，你可以试着把你的脚抬起来。哎，这样看，这样看。慢慢的抬，对，尽量的把脚抬高，锁住了之后，看能不能跟你的杆子一样高。如果你不稳的同学，我们就是可以扶着它。那香香还蛮稳的。好，就说林香骨骼惊奇。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进入我们的开合跳，把手打开，脚打开，对，然后要注意哦，我们不能长高，要维持在你原本的高度，对，这样就很好了。这是一个，那比较难一点的，我们变两个，两个合起来，两个，对，很棒。两个。摄影师一直在拍林香，你不会介意的。我不会介意。对，有一种特殊的活动的端端感，是不是画面很美？嗯，一个一个一个，然后试着变化变两个，对，嗯哼，一个一个两个，一个一个两个，一个林香好棒哦，林香，你要不要来接餐？累死了，哎，真的练武奇才哎。稍微就是重心压低，然后往后一点，然后一样趴在杆子上的时候，让你的大腿去贴近你的肚子，就是重心压低，好，脚慢慢的起，往上抬，有点累，蛤蟆功，对，蛤蟆功，然后把肚子锁住，锁住，大腿往下拉，往下拉，肚子要锁住。家里面要睡几天？我一个朋友做完半个小时，睡到祖先都回来了。祖先都回来了，那是几天？那个7749吗？几天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必须让你们两个好好的表演。我们就放一小段音乐，跳个30秒钟试看看，这是完整的表演。好，起来，来扭扭屁股。好，厉害啦！好起来。好，进入我们特训的 Part 2。这个是核心球，等一下要请我们那个嘉华教练来带大家做。来，那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首先跪在球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爬上去之后，然后你可以自己抓一个距离，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可以贴在往前爬。哦，好，还可以这样。对，然后距离可以自己抓，那如果越往前爬的话就越难，对，越往后就越简单，走就往后大概45度的地方，对。然后就往上推，那要做几下？有办法连做五下吗？可以，来试看看哦。来连做五下，来，一，二，三 ，and up，down，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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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好，完成了。down， 然后就跟着他们。外国人啊 ，down，and up。啊，这个核心要锁住，就是你。哦，核心要锁住，腰不可以掉下去。那这个训练哪里？这主要就是可以训练整个核心的肌群，就这一圈，包括上半身、肩胛骨的稳定都可以。对 ，OK， 对。不要再问了，赶快按下右下角的追踪订阅。
地上这两颗传说中的什么狐狸。我小时候狐狸都是阿伯嘛，拿来练什么你知道吗？九九神功，厉害。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要干嘛。对，我们就拿狐狸，就是跟一般的训练差不多啊。这个重量是8公斤，八公斤其实蛮重的哦。对，那我们大家就是练一些基本动作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先做，就基本深蹲吧。深蹲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拿到这边来。哦。对，然后就尽量靠近身体，不要离身体太远。那可以放这个。放。可以，只有你，也可以，只有你能拖住，像他就拖不住。对，就往屁股往后，然后保持平胸，这么朝前。对，大概蹲到跟地板平行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的膝盖就是注意不要内夹。老师，我说有标准。蛮标准的。对，蛮标准的。你在看到哪里？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在注意你啊。看腿，看腿。膝盖有点比较不平。再来，我们可能就做一个硬举啊，就是我讲的硬吊神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甩，我们就是屁股往后，现在把那个壶铃靠近身体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背尽量可以跟地板平行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把核心锁住，然后用屁股夹，上一条屁股用力夹，对对，用宽的力量往前推，主要就是练这个腿后跟屁股啊的地方。OK OK， 好，哎，今天呢，真的长知识。我们这个是 X Jumping， 是我们时下很热门的健身运动。对，啊，优秀的教师团队，这个算是星级教练啊。所以呢，想要简单运动，然后不要搞得自己大厉害小厉害啊，然后它是一个有氧的，就可以来我们 X Jumping。我觉得主要是它做起来是让人很欢乐。对对对。因为有时候重训就会觉得很累，做不下去，可是它可以在热情中、快乐之中刚好运动到。好，今天我们威廉省欢乐颂职业体验大成功。